路也大了，七百。 什么 Q 啊，兄弟！哇，你这什么 Q 啊！一呢？你不行，你 EQ 吧，兄弟。真的，你不行，你 EQ 吧。一呢？啊！可以，A他。 六级了吗？真毒假毒啊！好像被盖惨了。 没必要啊，兄弟！人呢？真有钱啊！ 小龙。
派对开场。还不走，装大兵！哎，不发力了，这是什么？坐下老头发力，可还行？哦，洗白，没正常人玩大嘴呀，兄弟。谁玩大嘴啊？小心点！装什么呀，兄弟！抬眼都来了是吧？好能装啊，这一砍装，我们中路有线的呀。装备遭雷劈啊，兄弟！什么？打残有大，走吧！牛了牛了！装逼！装逼是吧？先追吧。跳。OK。我操！这样杀露露，刚刚露露没大的。对面蛇女什么情况？哎，这个没吃呢。我听见了，能知的故事。路也大了。一百，哦，回血回血，我妈。有病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说实话，我每次用这个皮肤，有点那啥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有点，神罚神罚，兄弟，我操，不太良心，我只能说。有点尴尬，我感觉就是有种偷皮的感觉，我操！好，对，就是有皮肤，但是没有那个特效，贼逗，天哪！我感觉这个也有那个感觉了。
好色啊，兄弟！人呢？好，我上把碰到这路都不想，都还想玩，对面都不想玩了。啊，对面有个中单神女，如果是，哎，确实没办法。哎，真别尬黑啊！我可没说过啊，你别尬黑，诽谤啊！我告诉你诽谤，兄弟，你诽谤我。我操，他还真敢用 W。我告你诽谤！别尬黑，别尬黑，兄弟！刚刚又那啥了。不过这个皮肤还是挺喜欢的，说实话。哎，这个皮肤如果有那个特效，那个炫彩头就好了。可以，解攻速啊，解他的减攻速跟移速啊，他 W 会减你攻速移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